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论语》。今天，讲颜渊篇第一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思于矣。”颜渊，颜回，孔子很得意的一个弟子、学生或者说朋友，问我们说嘛，就是门口外，出个动静啊，发个声，主要是嘴嘛，你那么称之为问。后来演变成就是自己不明的事情。想让别人告诉，称之为问。仁，我们以前分享过，就和一撇一捺人是一样，实际上就是从那演变出来的。一撇一捺是人，那么今天甚至于在孔子或者再早以前，人们的意思就是有个肉身，披着一张人皮的动物，称之为人。实际上最早就是人啊，先进于礼乐，也人也，就是自然的人。祖宗那么就把这个我们这么个形状的动物自己啊，命名为个人嘛，画了那么个人形嘛。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啊和那个一撇一捺是一样的呢？实际上，人呢就应该实实在在，就是顺着自己的本性，自然那么去做，那么就是真正的人嘛。那么后来由于人受物质世界，的物质诱惑，建立了另外一套逻辑，那么就会自私，那么就披着人皮，有一个肉身不做人事儿，那么能做成的了，那么就要区分了，那么就是这个单立人加个二字，我们就说成功做成了人的人。那么成功做成人的人，实际上祖宗在这个字里头也隐含了很多的这个很简单很多的信息，就是。两个人都一样，就是平等待人嘛。后来我们这个二啊，演变成相等、平等的意思，你知道吧？几加几等于啊，相等。其实，在祖宗最早这个创造字的时候，这个二和齐呀，是一个意思。把两个整成都一样嘛，称之为齐嘛。那么更多的也为齐。那么能够。平等待人的人，成功做成的人的人，称之为仁。那配子上称之为个仁，克呢？这个字呢，和渴啊，见到水，就是想，用水得到啊，称之为渴，想喝水嘛。这个克的这个字啊，和那个这个。雕刻的刻、渴啊等等，都一样啊，就是祖宗画了个人，脑子画个大脑袋，里面就在那儿想水，上面画了一滴大水，哎呀，就想喝水，那么就叫渴，也叫渴。那么渴怎么办？你想喝水没有啊？你像我们现在有自来水，大概容都可以喝，甚至于还有水库。你祖宗那时候要到河里去打水的，有的时候没水，住的地方又那个。走得远，那么想喝水的那种心情就是渴啊，也是。那么你现在没水怎么办呢？演变成啊，就另外的意思叫，要所谓的制约自己嘛，那么就成为克制、自约的意思。制约的意思。那么这个克呢，在这个地方后来演变到，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意思，就是自我约束啊。这个克制、约束的意思。那么己就是指自己，父呢？父，这个字呢，祖宗最早是就是说用度量衡嘛，你箍也好，瓢也好，尺子也好，秤也好，那也总有磨损嘛。那么坏掉了，或者被偷了，或者摔，打破了，或者旧了，那么。就要重新做啊，重新做度量衡，称之为赋。后来演变成就是，
反复的做，重新做啊，你像今天的复制，那就是要照着原来的做，称之为复。那么这个复呢，就是指回归。哎，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就是刻在石头上，刻在这个甲骨上，哎，王八骨头上，哎，刻在那个木头上，写在竹简子上，甚至于在冕上，在衣服上的一些。人类对这个人应该怎么做人的认知，也就是说，所谓的人认为人应该怎么做的真理，那么就是规定，哎，制度啊，称之为礼。那么在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指天道和人德合一的东西，称之为礼。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约束自己，按照这个人的这个本性啊，平等的原则去做啊，就称之为人呢，那么就是啊，能够平等待人嘛，哎，那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归我们分享过，就指仓库放东西的地方。焉就是指。漂亮的鸟的羽毛，主动用来，记事儿的。那么在这就是倒空的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烟呢也已经演变成和今天的意思差不多，或者叫为什么，或者就是一个助词啊，就是，或者是说就是，正规的，可以说。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叫科学的定义，或者是说叫这个正规的定义，有的就是很随便的，那么这就是啊正式的意思。那么一日呢，就是太阳啊，一日就是那一天，那么能达到约束自己而回归。这个平等原则的那一天，天下天呢，就是人，祖宗什么头上顶着的空间称之为天，天下就指的是天下的所有的人，贵人呀都能够，成功的做成了人，这样一个标准的啊，我们应该本性的这个样子，那么现在这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标准的定义，或者是说，正式的，官方的等等吧，就是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为人有己，为和为就一样，就做嘛，要打猎的意思，称之为为。那么后来就是做的意思，为人就是做人，有就是。从土地里头长出这个植物，称之为有，因为它总是有原因。后来说一说有原因，或者是自由啊等等，因为它就那个样子和事是一样的。那么为人有己，己就是指自己，说能够成功做，把使自己能够成功做成的人是，由自己决定的，而由人乎哉？那个人呢，就是指别人，非己的意思。难道是怎么可以让别人来决定我们是不是人呢？这一句话呢，大家慢慢去品味，就是成功做成人，那么是由自己所谓的自觉来做成的，而不是由别人监督、督促、压制，甚至于说，恐吓，我去平等对人。怎么能那样做呢？那么就是这个意思。说做人呢，成功做成的人是由于按照自己的自性，良心良知去做，你才能做成人，而不是由别人，去约束、恐吓、监督，你才能做成。那样你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做成人，也就是，不是人了。你怎么会是人呢？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我们今天有好多饲养的，那我们人对待动物不就这样吗？恐吓、鞭打，约束，它才听话，那样真的是很可怜。所以说，成人
是由自己决定的，不可以在别人或者在外在的约束下啊，你才不得不去做，那你不是人，你本性你没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嘛，你还是，哎呀，要觉着，甚至于说要根据礼仪啊、乐啊，或者是规范啊、法律制度去做事儿，那都是很可怜的，那都是有别人嘛，有法律嘛，这个人在这比较之广泛，是非己以外的所有东西，包括人，包括。人来监督，也可以用法律来监督。当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实行的。那你如果没有人说啊，根据法律来制裁你或者督促你，那我们见到这个法律，我们也是根据法律来约束自己嘛，根据这个规定来约束自己，那也不能叫人嘛。孔子在这就是这么意思。那么颜渊呢，一听，觉着还是有点粗略了啊，那么。就说啊，请问其木，请呢，求啊，就是，这是后来的字，祖宗在甲骨文时期吧，很早造字的时候没有这个字。那么这个请呢，就是指求的意思，问，其木呢，就是眼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后来说刚实际上就是指网，为什么成了？硬的东西呢，就是因为打鱼，那个鱼都撞不破，或者经鱼多少次的冲击，硬度高成为。那么目呢，就是指，眼睛。那么后来纲目啊，就是到一起去了。纲是主要的，那么目呢，就只是网上一个一个小扣，那就网鱼的时候，这个扣呢，会有磨损，会破啊，或者两个扣啊中间断了，那么就成大的了，那鱼会漏网。那么，所以这个，仔仔细细的检查啊，称之为目。那么你仔细一检查了，就是说，细小的你要找出来，慢慢演变成就是这纲是指大的啊，目是指小的。就是后来在颜渊问这个地方呢，问题的这个地方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指详情详尽的，因为眼仔细的一看，那很详尽了嘛。就是次要的，你大的一晃就，你眼一望就看见了，那小的呢，那个眼睛要仔细的去检查，那么就称之为，次要的，那么也就叫目，就是这么来的。目实际上就是指眼看。那么就跟孔子说，请啊老师，请您，请啊老夫子啊，你给我们详详细细的再说明一下。那么孔子就又说了"非礼勿视"，这个"非"呢，二人相背为"非"，一个脸冲那儿，一个脸冲这儿，就是相背嘛，就是不的意思。你不赞成我，我不赞成你，不一样，那么称之为"非"，那么就是"非"，就是指不。"勿"呢，其实呢，这个字呢，就是人，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称之为"勿"。那么演变成就是不要了嘛，祖宗造这个字的时候，一个人啊把东西丢掉了，那就是物，那么就是指不的意思，视就是眼看为视啊，眼睛感觉到的信息，人眼睛能够识别的东西，称之为视啊，眼看为视，听就是耳感觉到的信息，那么称之为。听啊，那么眼我们说过，竹子从地里长出来，巴嘎巴嘎响啊，对人来说就出声，就指着说，就是指宣传，去传播。那么动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动能够离开地，到处乱跑的东西，称之为动。祖宗写这个字的时候，就画了个人，画了个鸟，画了个兽。虫子啊，完了一堆，声明呢，就是这一堆动物，就是动，它能够，不受这个大地的约束。像树呢，它也是动物，但是它要受大地的约束，它不会有位置上的变化。当然了，植物、动物都一样。那么在这里呢，就特指，跟大地断开关系的，物，称之为动，那么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非礼就不符合平等规则的，不看。
这一个呢，大家就要去慢慢品味，就像今天我们一些电影、电视连续剧啊，或者一些小品剧啊、表演，甚至于说这个什么，短剧啊、这个段子啊等等，那么这不符合平等规则的，这里就是说本质就是规则嘛，就是平等嘛，那么不看。你因为你去看啊，他认为你啊这个东西好，他会接着宣传，那么大家都会感觉不平等也正常了，那都会误导大家。像今天有些电视连续剧，有些文人啊写的文章，什么所谓的心灵鸡汤，就是这样。这种东西不要一看，你其实自心本性，一看这个文章，一看这个剧，一看这个电影。你就知道他在宣传一种什么东西，那我不去看，那你不去看，他就没市场，那么大家就不会为其所迷惑。这个大家自己慢慢去品，有些东西啊，就是说，你有人欺负人，那你看到了，那比如说不看，就是你不认可他，你要去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人要人嘛，平等待人嘛，你。光看不吱声，那样就是对他一种默许，对他一种放纵，他就认为欺负人是对的，那就是会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不看，你有这种宣传的东西，我不看，那么就把这个不平等约束在你不要去。误导，那么不平等的东西，不接触，有这么一层意思。但是呢，这个事在这个地方，大家自己要去慢慢的品。不平等呢，确实就是不要看了就接受它。那么非礼勿听，不平等的这个说法，那不要去听，不要认为他是对的就接受，听就是接受了，你听进去了吗？为什么我说要听进去？不符合平等原则的人告诉你四两拨千斤一劳永逸事半功倍50步笑百步等等这种东西，你不要去听就是听从他，你听从他你就错了，就不平等了，他本身他就不符合平等原则的东西，包括我们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孙子兵法》36计，那全是骗人的东西，你不要去听听从他，然后按照他说的去做，人哪能那个样子？其实大家自己去想想嘛，36计除了骗人就是骗人，他只不过就是你能够成功变成这个人伟大，那就是一些人堕落的这个诱因。现在多少人崇尚36计用兵法？大家自己去慢慢品吧，说多了得罪人我们说不行，那是传统，传统啥？非礼勿言，就是说不符合平等的东西不要去说，也是一个道理。你有一说一听一说嘛，有听的那就有说的，你不要去说。所以孔子前面我们分享过，不与怪力乱神不要向别人传授一些这个奇怪的东西这个能够引起混乱的东西，模糊边界、偷换概念的东西，把人家逻辑这个思维搞混乱的东西，所谓洗脑的东西你不要去说。那些投机取巧的东西，好多人他由于沉浸于这个物质世界，他好多东西他就想去投机取巧，他不知道，那你去一告诉他，完了，你这种东西不要说，要告诉就告诉他，做人要平等。做人怎么可以不平等呢？你说的再冠冕堂皇，说再委婉，再怎么着，你还是骗人嘛？你叫人家去投机取巧，就是叫人家去骗人了。怎么你付出一份劳动得一份收获，甚至也不得？那是大家自己去慢慢品，就说像这种不符合平等原则的话不说，非礼勿动。不符合平等原则的事儿不做，动在这演变成就是做嘛，你动干啥？就是想做嘛。那么不符合平等原则的事儿不能做，什么呢？我们祖宗留下的人呢，就是说八毒十毒，那都是
非礼啊，不符合平等的，又是偷又是抢，又是骗，这件事情都不能做，不要去做。孔子呢就在这儿向这个颜渊释权了，究竟怎么成为人？都是靠自觉，而不是说靠别人去约束。你从自己内心来讲，你就知道有些事哪点平等，哪点不平等。那么大家自己慢慢先这么，什么叫平等？好多人也跟我也有过讨论，甚至于争论。这世界就是不平等的，因为你有一个不平等的心，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不平等的。世界就是平等的，平等处处都在，无处不在。但是，当然，人可以选择不平等，那你就是人的选择了以后的事儿。天道它就是平等的。那叫我们有权利选择不平等，那也是平等的。它给我们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剥夺的自由选择权。这个不平等，只有人的心念和做出来的事儿才可以不平等。那当然了，人要做成功，做成了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就都平等了，人才会不平等。当然了，你成功做成了人的人，那么就是都平等了嘛。你披着人皮不做人事，那就是不平等了。颜渊就听了以后就明白了，那么就回答了孔子说："回虽不敬回就指自己颜回嘛，虽就指这打到猎物称之为虽完了。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和虽都一样，就是完了，完成了成了，称之为虽。那么这个虽后来演变成虽然虽然实际上也是做成了烤肉，就是继承事实。当然，虽然虽败犹荣，那就是虽败就是败了，就和是一样。"所以叫成了，称之为得到了，称之为随。那么在这里就是指，事实就是是，颜回事实就是不敏，敏是指这打猎人，我们祖宗在打猎的时候，要这个反应灵活快速，所以叫敏。你慢了，那猎物跑了，甚至被猎物所伤，不敏了，敏就是快速灵活。就说我颜回尽管是事实如此嘛不聪明，请示思于矣请我们前面分享过就是求嘛，事儿就是指做度量衡后来演变成就是做事儿思就是指。撕完了以后，祭物拿来分，拿刀切，拿手撕，一家都有份儿嘛。公祭的时候嘛，公祭司的时候嘛，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就是演变成就是这，按就是这些的意思。那么禹就是。人和言一样嘛，只不过后来称之为书面的文字照着这个竹简子上所写的甲骨文上所写的，石头上所刻的，就都称之为语。在这里，颜回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求嘛，就是追求嘛，追求就是我向往。事思于矣，就是按照你所给我详尽的，解释所说的去做，其实颜回呢，也确确实实，在这个颜渊这一篇里头，他首先问仁，孔子也首先跟他解释了仁，那么也说明颜渊这个人做人做得不错达到了仁，那么孔子呢就和颜渊在这对仁进行了第一阶段对话，当然了，后面还有其他的，那么其实呢。孔子在这也是根据颜渊、颜回嘛，转圈嘛，那么也确实是不敏，那么孔子详尽的给他解释，就是不敏嘛，就是直达直的，那么
后面还有其他人问人，哎，我们以后跟大家分享。好，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